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我的这个前辈呢，还有费玉清，还有于天、谢雷，他们都还在线上，所以，所以不好意思，我跟他们还的辈分还差很多，所以呢，你不要啊，我跟你好像不太同辈，我们好像有一点小距离。那我知道这个很多人呢，都会讲，这两年很多人都跟我讲说要听我的歌长大的。那其实呢，说真的，我也是一面有一点小心酸，但是一面也是很高兴了哈。不过呢，经常在海外这么常常演出，那么经常这个演出完毕之后回到家里或者饭店呢，看看镜子，其实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我还是依然美丽动人的。来，所以呢，这次呢，很开心呢。我很少有机会能够除了新人那个阶段以外呢，距离到现在也很多年没有参加这样的为我们这个侨胞们就是来演唱所谓的巡回的这个演唱。这次赖团长呢带领我们所有团员来这次每家演唱有四场，就14个城市，在短短的20几天里面，虽然旅途真的很劳累，但是因为我们每一站的侨胞对我们都太好了，那也很有热情，又很照顾我们，然后每一次的每一场的演出，观众朋友都给我们每一个歌手每一首歌曲唱完都是热烈的掌声，所以我们也不觉得很累，精神上都是很愉快的。那么我希望在纽约这一场的真的辛苦多多了哈。听说您这个应该是哈推票推得很辛苦，我了解，2000多张不容易哈。那这次呢，我相信绝对不会让你觉得没有面子，好不好？因为这次的演出呢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整个制作 team 的他们设计的精心的策划设计之下，我们整个节目是不但有音乐性有质感，但是又不失趣味性。那么我们知道在纽约美国这个地方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很多，那么我们今天不只是台湾的观众而已，我们有很多听广东歌的，有这个听可能台湾歌的，听国语老歌的啊，有甚至客家歌的。我们在今天的这场演出，明天的这场演出呢，你都会听得到，你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那么还有我们每位歌手除了都很会唱歌之外，他们还有很多的才能，有些会主持节目，有些会说笑，有些会说笑话，有些人会模仿，有些人会唱黄梅调，所以很多呢，你在这场节目当中绝无能场。现在呢，我就要介绍我的团员，首先为你介绍的是刘明珠小姐。刘明珠小姐她擅长模仿姚淑荣，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她的脸是不是很像我们姚姐年轻的时候。嗨，这个姚淑荣姚姐，其实她现在已经没有，完全是退出歌坛了。她唯一收的弟子就是刘明珠，唯一的哦哈。有证照的，有证照的。来生的。对。那么谢谢刘明珠小姐，在明天晚上，她除了演唱有展现她好歌喉之外，她即将会模仿凤飞飞以及姚淑荣，所以到时候你们拭目以待。另外呢，接下来为你介绍的是陈思安小姐。陈思安呢，在前两年有得过这个金曲奖的入围哈。那么她的歌声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她的声音呢，很像有小江蕙之称，也就是说，当你眼睛闭上的时候，你听她的歌声，你以为江蕙在唱歌啊，让你就会觉得说，哦，她的歌声真的是很不得了。在明天晚上的演出，他负责台湾歌谣以及将会一些很成名的歌曲，那么给大家欣赏，相信有很多喜欢台湾歌的朋友们一定会很喜欢他，陈思安小姐，谢谢。另外呢，这位呢就小邓丽君之称的张静明小姐，大家可以看看她的脸就知道，她真的有点像邓丽君小姐年轻的时候，你看脸脸的脸蛋，甜甜的笑容，告诉各位一样的，你眼睛闭上，你以为邓丽君小姐在世在唱歌，真的，她的演出呢一定会让我们所有现场的到时候的侨胞朋友们觉得非常的惊艳，谢谢张静宇小姐。
另外这位呢是我们的大帅哥啊、来自我们台湾台中的大帅哥张黄嘉欣哥。张静怡，那嘉欣呢？他是这样的啊，他是我们这个算超级偶像吗？对，超级偶像这个夺标而这个有优异的成绩的位歌手。那既然是歌唱比赛出身的歌手，当然大家要知道他的歌唱实力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明天会擅长演唱的一些歌曲呢，是很多年轻朋友都会喜欢的一些很有名的流行歌曲。那么也会带来洪一峰洪老师的成名作。那么他的声音非常有爆发力，听到他的声音，你就会被他的歌声所震撼到。所以呢，请大家也拭目以待。谢谢黄嘉欣。另外我要介绍的是我们阿红红哥啊，以及啊，对不起，好，我先讲，我还有老师，两位老师呢是Terry 跟永兴。他们呢是两个人到二十个人用啊，因为经费有限的哈。那么他们两个呢，可以说两位是在台湾很受欢迎的，就几乎有什么大型的活动场合呢，都是由他们俩在设计这个所有的舞蹈。那么虽然只有两个人，但是把我们整个歌曲节目包装得很美丽，该有的都有了哈，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么 Terry 也是负责我们这次整个演出当中主持的部分啊，所以他不但要编排舞蹈，还要主持，也是非常辛苦。还有永兴呢 ，Robert 也是，他们两个非常有默契，真的谢谢他们两位，谢谢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还有我们制作群阿红红哥以及小婷，还有我们的浩子在这边哈，我们三位呢是我们整个节目的策划。以及设计，我们今天节目会做的怎么这么有质感、有音乐性、有趣味性，都是出自于他们的 teamwork。谢谢他们三位，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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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叶姐。那在我们开放媒体互动之前呢，是请我们所有的团员先上前来，大家来一张大合照，然后我们之后再来做一些交流。